号角响，开训即见烽烟急，教场就是战场，开训即开战。一月，谁是终极英雄？比武擂台，遗失祖国西北边陲。两位风格迥异的小队长选拔各自队员，组成两支特战小队，在戈壁荒漠间展开一场淬风利刃般的巅峰对决。坚决响应主席号令，坚持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将体能拼到极限，将武器打到极限，将战术用到极限，将意志逼到极限。经历多重极限比拼，谁能问鼎英雄桂冠？谁是终极英雄？2020开年策划，开训集结号，敬请期待。启动，谁是终极英雄？新年度比拼在南疆某部拉开战幕。练兵场上，50名特战队员为入选终极比拼，使出浑身本领，拼出过硬作风。12位特战尖兵脱颖而出，与姚仁仲、武志强两位小队长组成刀锋剑刃两支特战小队，展开巅峰对决。剑刃队出师不利，在乘车射击、狙击之王两项科目中，均以微弱差距惜败刀锋队。对不起，各位队员。本周第一阶段人员淘汰即将来临，武志强能否带领剑刃队逆势反超，避免减员？姚仁仲能否带领刀锋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开训集结号嘹亮吹响，敬请期待。同志们，新一轮的实战对抗即将开始。本轮你们仍将面对多种意想不到的挑战。现在的情况是，在我前方发现敌指挥所，上级命令我部快速将其摧毁。科目火力风暴，两支特战小队依次出发，每队7名队员分成2辆突击车，机动过程中分别使用迫击炮、狙击榴弹发射器、榴弹发射器、重机枪4种火器，在不同距离对不同目标实施歼灭，并最终摧毁敌指挥所。任务完成，击中目标最多的队伍获胜。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姚仁仲，准备，出发，出发。薛柱贤担负60迫击炮实弹射击，根据他们平时的训练，首发命中也都是没什么问题。本科目的难点是单人单炮操作，对目标进行射击。特战队员占领半遮蔽阵地后，在无法通视目标的情况下，利用旧变器材自制双标杆辅助射向，瞄准和标定目标，
这考验了一名炮手的基本专业技能和临机应变能力。因为队长要求首发命中，所以当时挺紧张的。打出去了。还没落下来，还没落下来，在40秒左右。打完之后偏下了，第一发确实没命中。命中单车，作为我们队第一个上场的队员，没有给小队丢脸。出发！开门红。下车。但我狙击流自己以前集训过，对这个比较熟悉，是自己的专业，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这个狙击都是一个主手和一个副手，赵云松主要担负的特具看弹着、警戒和观察。走边，走边。首发没有命中，当时心里就是咯噔了一下，就心里想着立马修下一发弹。偏高，偏高，他是在后边想的，后边上。作为一个专业的射手，他其实可以根据他的弹着来对射击进行一个调整。我相信孟凡洛第二发肯定能够命中。漂亮，不错，命中两分，不错啊。在这个科目上是不应该丢分的，心里面就是还是就是有点失落的。出发！我是任这个重火器教员，对这方面经验比较足，大家一致推荐我来打这个火器，所以我也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发现目标，准备停车。停车，射击。小马干得漂亮。马学文的35榴弹发射器首发命中，还是点燃了我们整个队伍的这个气势。这轮比赛中我们更有信心能够获胜。
能够达到目标，也是在平时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以及到教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以及数据，首发才能够命中。下一个目标，出发，接近目标，重机枪对敌实施火力压制，全歼残余之敌，由爆破手前出，负责对目标实施完全摧毁。爆破是由高林松和王向阳两人担负。孟凡诺担负重机枪的射击，你像马学文，他其实是可以打重机枪，但是我们的科目设置上，三五六后面紧接着就是一个重机枪，中间是没有停歇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一个队员的发挥和对他的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就考虑到孟凡诺他有一定的间隔，便于他做足充分的准备。机枪属于大口径火器，射击时弹槽上部很难控制，进行压制射击时不仅要求火力猛，更加强调射击的命中率，对队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射击技能要求极高。跟着来，跟着来。这个重机枪的设计难度其实比较高的，气球大小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在打这种胸环板九环左右的一个散布。因为自己当时预算的是十个目标拿到三分，感觉就是打得还不行。爆了右边，一下降一个。几次了？六次了是吧？我心里其实更紧张了。它其实是一种面状杀伤，这个火力压制的这么一种火器，来打这种精度射击的话，它其实是很不占优势的。可以。好，射击完毕。这一局上面自己就是没有拿到更高的分，还是很遗憾的。爆破手前出，对目标实施完全摧毁。好，扑进去防之后，就把制作好的炸药进行固定。那么对于这个成绩呢，我觉得有一点发挥失常，今天有一个这个决策上的失误。像马学文，他其实是可以打重机枪，他的专业来考虑有更多的胜算。准备，准备，出发。前两轮的这个比拼我们已经输了，如果说这一轮再输的话，三连败的话，后面要翻盘那是真的太难了，所以说这一局一定要赢。炮手对前方目标实施摧毁。丁帅兵他是迫击炮的教员，可以说其他人都是徒弟，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今天重火器射击，它第一个科目就是六零牌，副队长直接把这个科目交给我了。我从事这个专业这么多年，我就特别有自信。
我一看到那个目标区设置，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因为他那个靶子打近的话，他那个下边沿有200米的一个位置看不到，打远的话正好它是一个山坡，就翻过去了，也没法修正，我顿时那个压力就特别大。我当时手是攥着紧紧的，我感觉我比他们正式上场的队员我还要紧张。干得漂亮！走，向下一射击点，放，狙击鸟手。对敌方车辆实施摧毁，对于周俊的这个表现，他没有首发命中，我觉得很不应该。第一发弹没有命中的时候，我一直在深呼吸，就是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专注去第二发射击。狙击流第二发命中，只能拿2分。再接下来一个356的射击，也是我的科目。这个科目当中，我必须首发命中。漂亮，正中心，命中。重机枪手对敌实施歼灭，掩护爆破手对敌指挥所实施爆破摧毁。当前的情况是，剑刃队和刀锋队同积8分。杨宝兵的发挥将决定本队的命运。杨宝兵，杨宝兵是以前我带过的，我想通过此次这个历练吧，我想把他带一带。重机枪啊，给杨宝兵。重机枪我刚接触1年，队长把这次射击任务交给我，让我感到压力很大，但是我必须对得起队长的心，为小队多拿分。他压命中了2。第一枪对射手很重要，如果你第一发就能打中的话，那后面就是
一个重复的过程。恨不得能要跳起来那种感觉吧，然后也非常高兴，我就忍不住就笑了。我在想，天哪，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想冲上去抱他一下。当时很兴奋，但是马上提醒自己要稳重，打掉更多气球。最后一个了，三分。他能够顶住这么大的压力，把任务完成的这么出色，他在我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小孩子的这个形象了，而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当我能够承担得起别人的信任的时候，我会感觉是一种很自豪的感觉。报告，射箭完毕。同志们，本轮实战比拼结束，特别表扬一下剑刃队，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放弃不气馁，奋起直追，扳回一局。希望你们在下一轮的比拼中能够再接再厉，争取更优异的成绩。接下来前往下一任务点，出发，向左冲，泡泡走。整个队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不管是后面的比拼多么的激烈，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拼到最后。各队注意，现在的情况是机动车辆与路边炸弹袭击，车辆受损，上级命你部迅速将车辆推至目的地。挑战科目烽火之路，两队一同出发，分别将重达5.7吨的车辆推至目标点。推行过程中还将完成搜索、空投轮胎、更换轮胎，通过障碍深沟等突发考验，最先到达目标点的队伍胜出。队员先生，开始，走 go 快去，一二三猛士突击车净重约4吨，防护装甲约1.7吨，此次推车任务全程上坡，困难可想而知。刀锋队听口令啊，我们推车是双手顶，然后列发一块儿，一二三，加油，一二三，一二三，加油，一二三，一二三，车辆在起步的时候它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用的这种苦力协同的方式，大家同时用力，确保这个力量点它是一个合力。加油，一二三，主要是从体格上来讲，我们的队员还是比较偏瘦的，
而对方的基本上都是大个，所以说如果这个科目想要赢，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把这个车子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用我的身体，一预备，一二走，一二走，一二走。在整个推车的过程中，胡队长他一直在以自己喊的口号让我们每名队员把力量集中到一块儿。来，往前走，走走走，一二走，往前往前，稳住，预备走，一二走，来，一二走，一二走，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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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来，一二三，我起来，加油！保持速度，保持速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每名同志使力也使到一块，节奏也非常好。从这个困境中出来以后，我们的这个车速一下子提起来了。一、二、一、二、一、二。现在的情况是，车辆左边轮胎受损，上级已在指定点位投送备胎，你到该点位将备胎取回，点位已发送至你北斗上。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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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的时候分了两拨人，第一拨人呢是我和杨思远，带着我们的队员去找轮胎，另外留下了三个人把这个受损的轮胎更换下来。抬平，一二。我和杨思远是比较擅长这个军事地形学，我们对这个方向做了一个大致的预判之后呢，它的距离可能是在我们的正西位置500米左右。正直往西500，你俩差不多了吧？一个去那个沟，一个这个沟，就在这两条沟。一点，定好点以后，我们按照那个点的方位走，人与人的间隔是20米，尽量把这个范围可以撒开，一个扇形面进行搜索。快点快点，找轮胎，这儿啊，快快快走啊，来了，来，一二一，走！我来，你去。准备回来。带路，前面带路。我来，走！一，走！一，一，一。啊，好！快，坐！找啊！往左边找啊！慢，快！我们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到了这个预警区域以后，立马就发现了这个轮胎。现在你挪到这个位置，来，你挪到这个位置。好，来，一二，走，向前，走，好吧，左右左，加油，同志们，左右左。快要到达停车点了以后，看到对方仍然在更换轮胎，寻找轮胎这个环节中，我们是追回了一些时间的。撤回，准备。看路线啊！好，来，所有人准备，听我口令：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完成轮胎更换后，部分队员体力不支，此时起步路面又是上坡，难度进一步加大。这就到了考验特战队员意志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时候。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现在的情况是，机动途中，路遇深一米、宽一米的壕沟，上行一米，设法快速通过。执行，壕沟准备，敲杆敲杆，快快快快快！因为他这个车比较重，所以我们就借助车上的这个踏板把它卸掉，然后当做这个桥梁，然后让车推过去。宽度宽度，测量宽度，到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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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推不上去推不上去，垫一下垫一下垫。一坚持，一小步子小步子，加油，坚持住坚持住，大家都拼尽了全力，呐喊声加油鼓劲声一直没有停过，不要停，加油。我们那时候心都在一块，我们就是想超他们必须得赢。当时呢，我们在通过这个障碍的时候呢，基本上力量已经消耗殆尽了，腿上已经没有力气了，很累。这不会打，这边这边。五八前面朋友吧，可以了，可以。那边，好，这边这边。为了更容易的通过壕沟，我让队员把路障板推到边缘，嵌到土里，使路障板和地面平齐。停了吧，开。好。一二三，一二三，给我先推着，推着，一二三，使劲啊！不能停来着，现在刚好是转刺伤了，赶紧下去推，快点，来，一口气啊！方向，收站，方向，收站，来。一二三打小步子，一二出击，不行不行，这里不行，一二快，咱们后面追车，一二
刀锋、剑刃，你们面前的两面红旗就是终点，加油！来，加油，兄弟！用剑，用剑，小步子，小步子，小步子。一、二、三，往前，往前！马逍遥，马逍遥过来！都到后面来！好了，好了。一、二、三。他们的距离其实离我们也就是两到三米，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迫切的需要扳回这么一局。加油！一、二、加油！这一局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比赛输了，就要淘汰一名队员，一定要赢，真的输不起的。如果说我们拿下这场比赛，就与刀锋队的比分能够扳平。坚持，加油！坚持，坚持，拿下了！坚持，加油！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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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很累，但是没有到终点，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的。腿上已经打哆嗦了，我甚至已经连指挥口令我都不能下了，已经精疲力尽了。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但是我作为一名老班长，我必须坚持要带好头。坚持住，坚持住，一二三，终点就在眼前，感觉还有机会。加油！不能停，停的话就肯定会输。就想着一定要全力以赴，为这个队争取一分。不到终点誓不罢休。人心就是终点，加油！坚持，加油！坚持，坚持，拿下了！坚持！一、二、一、二、一、二、四，加油！加油！加油！四、一、二。高峰停车任务到。当我看到对方已经到达终点时，我知道我们已经输了，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使输我们也要把这个任务给完成，疼也要疼到终点。快放弃，不要放弃，坚持一把。一、二、一、加油！一、二、一、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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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很好的战友，都在一起摸爬滚打，比赛终归比赛，但是我们这个战友情，包括兄弟情，都是永远藏在心中的。一、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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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加油！火力不减，功夫不减，功夫不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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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最后我们在这个科目上输了，但是我们每名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拼出了这个特种兵的精神，我为我带的这个小队而感到骄傲。加油！加油！在这个比拼过程中，他们也让我看到了他们敢于挑战对方，不断去拼搏，不断去努力。哇！走！啊，这也许就是我们剑刃队的一种精神，不畏强敌，敢于挑战自我。只有选择最强的对手，才能磨砺最强的特种兵。我希望有和我一样不畏强敌、敢于挑战自我的战友，
与我一起并肩作战。在接下来的比拼中，我们也是一样，会尽全力去迎战对手，拼到最后一刻。同志们，接下来我们进行本阶段最后一轮比拼。科目越狱逃生，两支特战小队依次进行，被门面捆绑的七名特战队员自行解脱束缚，在搬运两名伤员逃离关押房屋之后，携带伤员穿越地桩网、铁丝网、壕沟等一系列障碍，完成搜索获取步枪和弹药后，对六处人体靶依次实施射击，最终将伤员搬运至直升机营救点。本轮比拼优势较短者取胜，取胜者积一分，优势时差三分钟以上获胜者积两分。这是一次绝地反杀的机会，希望你们认真把握机遇，努力拼搏，夺取最后的胜利。本阶段实战比拼结束后，你们将面临人员淘汰，淘汰数量取决于积分差，分值差一分淘汰一名队员，分值差两分及以上淘汰两名队员，平分两队各淘汰一名队员，是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我们目前1-3落后他们，如果输了就要淘汰两个人。如果说我们小队今天表现得好的话，可以扭转局面，追平对方。周俊阳，然后王飞鸿，第一个杀人，然后我们这后面的四个对了第二个杀人。过去以后你就去解铁丝网了，一定要使全力啊，不要说留着劲啊。争取这个打翻身仗啊，打翻身仗啊！不行不行不行！加油！当时这个状态非常真实，就好比真的是被俘虏了，蒙上了这种头巾，分不清方向，感觉很黑暗，见不得光明，心理上的话感觉就有点恐慌吧。逃生训练是各国特种部队训练的常规科目，在恶劣艰险的情况下，特战队员需解各种困局难局，并化险为夷，它能增强特战队员的战场适应能力和敏捷的应变能力。准备开始。在哪？在哪？把头弹给我取了。能把那六枪咬。好。等一下，别动，别动，你别动。低头，低。你放，漂亮。来，没来快哥，快割一下，好 ，OK， 把这棍子拿下，救伤员，分工啊分工，杨波你们是这个，你们是这个，绳子，来套这个，先套，绳子，拉链。设置了两个伤员，是大概一个是70公斤，一个是80公斤，伤员都特别重，搬起来很困难。我利用木杆来支撑他的腿部，前面能抱住他的肩部来进行逃脱。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注意隐蔽，还有个绳子呢，套上套上，快来套上。伤员也是战友，我们必须小心对待，整个人抱住他的话，通过铁丝网可能会对他的腿部造成伤害更加大，而我们选择地面拖拉的方式的话，虽然说可能会造成皮面伤，但是对于快速通过铁丝网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走，来跑铁丝，跑铁丝，前面，一个，一二，走，一二。
往下游，往下点，塞，塞过去。在通过铁丝网完毕之后，我们需要对壕沟进行翻越。我们采用的是吊住它的两个大臂，慢慢的对伤员进行下放，而下面有队员对上面的伤员来进行保护。先扛着，先走。走，走，后面，来后面。好险，好险！加油！来，三爷，好走，快！中间，上，咱一会儿就冲上去。快上，快上！好，拉，拉下，拉下。和刀锋队相比，体能是我们的劣势，但是通过团队协作，可以节省比赛时间。就是为了争取这个时间，从我们这个一个小队来讲，不管是补给还是人员配合，就是挺默契的。走，顺路走，一二，走，中锋，好险，好险！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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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大家也都很卖力，把那个沙人给最快的速度给他运走，然后就想到今天不要命的拼一把，然后就是说把这个分数给拉平。首先第一个就不用淘汰这个队员。快走走走走走走，加油，坚持住，我找位置。本次射击从七名队员中挑选六人，每人一发子弹，对六处人体靶进行射击。射击顺序从头部开始，依次向下，少击中一个目标加时一分钟。走走走，上，那第一个，同志啊，第一个，调整呼吸。到了这个打射击的地点，我按照这个最信任的人打射击，首先让周俊打。左侧目标，头靶。队长让我打第一枪，我有点懵。当时我一直在深呼吸，就是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想要第一枪命中目标，为小队赢得头彩。队长让我打第一枪，我没能打好，心里挺失落的。中了没？没有。周俊首发没有命中，让我有些意外，因为他平时的射击技能是很强的。下一个。第二轮我派出心态最稳的老班长吴宗山。左侧目标，头靶。中了没有？没打上。平时我们那个射击在今天这个距离应该很简单，但是在高度紧张呼吸喘不过气来的过程中还是没调整到位，心情感觉很失望，我感觉为这个小队啊拖了后腿了。走，杨斌走。左侧目标，头靶。在这个现在大比分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前面两个连番失利吧，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因为每击中一个目标，它相对来说缩减了一分钟，对自己的表现很生气。不是枪，左侧目标。前三发都没有命中目标，这不仅
成绩还令大家特别的沮丧，影响斗志。作为队长，我要顶住压力，击中目标，为队友们打气。命中，中了！杨波，杨波，你上。朴志强对这个头部射击进行补射，他打上了之后，对我们也起到一定鼓舞。稳住射击，不要着急。修，漂亮！右中。好，组长，走。接任队携带伤员，火速前往指定地点，等待直升机的救援。一个人警戒，其他人转移伤员，快来！走走走走，你们俩一人一边，我自己来把我放下。放人，就这位子吧。走，放人，放下。打掉一个，另外一个抱一个，头胸肘，明白没有？啊，所以我让打了三个，抱着那个不算，听明白没有？这个成绩，我们按实打实的来，好好好，好不好？加三分钟。各队注意，紧急任务，搜救飞行员。收到，收到。那地方有一个桥壁，快85度的那个角，稍微踩滑一下，就有可能就掉下去。搜救，快开始了，出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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